后退一点，阿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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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两个鸡，两个鸡，两个鸡，咚咚咚咚咚咚的鸡，咚咚咚咚鸡鸡鸡，咚比要比不要演鸡，不咚鸡子不要演，不咚不能演，两个就好吃的，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你的鸡掉啊，但是你的蛋是，你的鸡，你现在冲杀了，虾米蛋，就。几个字？两个字。有一个人唱歌的时阵，我拢讲伊伤寒的一个什么物件？伤寒啦，对啦。伤寒。什么蛋？什么蛋？王八。王八。多加。伊的颜颜色较青，伊的颜色是乌咖啡的咖啡色。颜色咖啡。伊有时阵伫咧。便当里面有便当里面卤蛋，卤蛋，卤蛋，好，好，塞里，温龙公，塞里，塞里，塞里，温龙公弟弟，就好吃诶。你有吃过啊？卡卡青春的弟弟好吃，塞里，最近真正流行，小。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就新鲜的对吧？是不是？嘿，有啊，公我就公出来。小鲜肉，对吧？好，好，那个公危机，危机，危机，第大西瓜大哥是杰米加一蹦。不要演，一蹦就是黑派。这物件就死啊！不要演。第二甲第三是日本最好食的一个便当。叫伊来吃。他自动。日本是不是？鳗鱼。啊。好。配了定时，是吧？配掉。你帮他好了啊。再见。要的相反是啥物？我爱，我爱，我超爱。我不爱。嘿，对。啊。地带姐，地带。我不爱吃定时。啊。地带姐无，加带赛无，不定时虾米？不定时炸弹。嘿，对。我刚就爆出来。哦，这个。好，再来。好难哦。谢礼，谢礼，谢礼，第四个礼是一张诶，伫咧水里面收诶，鱼，嘿哟，鱼，嘿，吼，鱼，吼，我讲第三个礼，你足强诶，诶，相反，弱，嘿，虾米弱鱼？大智若愚，虾米，虾米？我讲你就，你即马就想欢迎诶，我都讲你就欢迎诶，想受欢迎。嘿，叫叫叫叫叫，叫你虾米？偶像就 no no no， 不是不是，我爱你。在地大国的伊，迄个是一只动物，伊会叫你起床。鸡。嘿，虾米虾米？虾米虾米鸡啊，五个字。哦，好累哦。啊，鸡是国语啊。你今麦就受欢迎诶。对，丢丢丢，今麦就受欢迎诶。他是一个偶像。嘿。尼可基曼。No， 不是，不是杰良明。不是良明，是温馨流。是一个形容词。形容词。嘿，你这个人很机。不是，不是啦，你就受欢迎。鸡的最话，鸡的最话是啥物？最话是什么？鸡有有精诶，它是车。没有，什么事？没有，牛哥受不了了。